哎呦，哎呦，看一下保险杠是什么。分离式的，这好像是青蛙呀！那为什么这个灯突然这么亮？就原本的绿色就很好看了，绿色配白色啊，随便啦、啊。大家看一下位置，只是上面的数字237出不来的样子。不晓得是不是光影追踪的问题哦，它会这个突然亮一下。就在上面的。
装坏了啦。看一下这次 PS5 它的光影效果怎么样？波纹还蛮像真的，有没有？居然还可以开耶！哇，好猛哦！它居然还可以开！哈哈哈哈哈！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好了，哈哈哈哈。设计的多棒，刻意的模仿只会坏了分身。我确定平常经营的形象，黑的变成粉灯。我天赋怎么个特殊，记不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记录了艺术的天赋的密度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不能半个人称自己战神，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可准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输，别人废他玩的真。他先不记得我，先不记住，帮你换三个粉。